好可爱。我们现在能看到，其实在菲姐的 K 房里面啊，旁边还有非常多非常棒的老师们和菲姐的座上宾们，我们也要在这儿感谢一下各位老师们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师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菲姐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等了，期待很多天，想要听菲姐跟她的伙伴们一块儿来唱歌了。对呀，对，就是尖叫一下，引出歌声来吧，有请菲姐。对，然后今天我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在这儿唱几首 K 来助兴，不唱自己的歌，就唱一些我们平时在 K 房里唱的歌，然后大家就是购物愉快，啊，来，好。Are we falling in love?
想举杯，我也想举杯，可是我没有杯。哇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今天之后就跟大家说，我们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连线跟飞姐有唱过 K， 对不对？对。飞姐，拜托，请允许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您现在正在连线的是 AM 连连，我们是 AM 连连的主播天团，我们的口号是连天、连地、连世界。今天把飞姐连来，我们真的超级高兴的。然后还是要感谢各位老师啊，我们今天因为特别难得飞姐，给我们点时间嘛，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呢表达一下对飞姐的喜欢跟爱，而且大家可能还有准备小才艺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每个小朋友开始来。依萍，谢谢这个机会，我特别想在偶像面前献一个丑，唱一首我最喜欢的飞姐的歌，而不是一首一句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挚的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哇！哎，飞姐给你鼓掌。依萍，以后你的人生 tips 就是飞姐给我鼓过掌，对吧？我的人生巅峰。飞姐好可爱，趴下笑了哈。OK， 到你了，我们亲爱的然然。以前呢就是想你时你在天边，今天没想到近在眼前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非常喜欢您。哇，害羞了， supermodel 来的今天结果害羞了。我们接下来帅气的小伙子张伟，到我了吗？我必须给飞姐来个小跪转，以表示我对飞姐的爱意。跪回来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是纯一。姐姐好，我是纯一，我想来一个跟他们都不一样的，我就给您比个心吧。哇、OK， 好的。我其实这段时间我蛮想把自己的时间给我一个医生朋友的，因为他说他这一生也许都没有机会直接跟飞姐能够沟通到，我想让他的话转达给飞姐。他说我经常有感到压力很大和荆棘的时候，都是跟你的歌向你倾诉，你有听到过吗？听了你的歌和看到你的人，我都觉得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哇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了，来，如云。飞姐好，飞姐好，我为您准备了一段儿 rap。飞姐先笑了，你看吧，先笑了。啊，飞姐唱歌真好听啊，歌声美妙绕梁音 ，AM 连连欢迎您，再来两首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啊，我要说话吗？自痛哭的都原谅去做道别。
我什么花可释放？
这首可以再来一遍。我觉得。飞姐。啊，又来了。飞姐，敬你。敬你，干杯，飞姐。谢谢，谢谢。又跟飞姐碰过了，我跟飞姐碰过杯，我的天，我想干了。飞姐刚刚唱的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我们最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更开心了。好，今天因为您的大驾光临，还有您身边的这么多老师们，刚刚三首歌真的很精彩。我们现在再次感谢一下飞姐和她的朋友们，谢谢各位老师们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我们还会为飞姐的到来也请来了一位哇超级大咖的来宾。这位来宾在此之前并没有透露过，我们现场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几位主播也并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我要尽告诉我正在收看的粉丝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我们有请到了这位贵宾，这位大咖他是谁呢？一起请看。哇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校长 ，Hello， 马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王菲好，我觉得王菲刚才唱的特别好，像天上飘来似的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唱一点接地气一点，我们唱接地气的通俗歌曲。对，不是这个，我要说一下，马校长就是想唱一首他没唱过的歌，然后呢，我们就选了一首跟他比较有联系的歌，叫《如果云知道》啊，那个这个云呢，就是他那个云，然后呢，我们歌词呢就稍微的改了一下。Wow.然后就希望大家完美的改，而且改得特别好，听得开心吧。好，所以云知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的是马云老师一定知道。那接下来欢迎马云老师和飞姐一起带来如果云知道。
真的有点累了，没什么力气，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，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飞也总比找到你，爱的委屈不必澄清，只要你将我抱紧，如果一直等想下心在起头，我都会知道。王菲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唱的时候感觉更好，这儿有这个有，我很想来啊。早知道我今天早上就飞过来了。你是云，你飘过来就行了。其实，这唱上瘾了，我懂。我还懂了，很投入了很多感情。知道，听出来呢，很好的呀，很好的呀。你慢慢来。好的。OK。拜拜。北京见，或者杭州见啊。好，拜拜。Take care。哇！哇！天。那句歌词感叹好了吧？